别去年十月十号时来开幕的三湘水道博物馆，入园的人数突破了68万人，成为台南市最热门的佚佗所在。今年周年庆刚好拄到中秋含着国庆日的连假，所以文化局特别在10月9号到10日举办庆祝活动。那今年的这个10月10号即将要来临，所以我们特别规划了一系列的开馆庆的活动。那里面有非常好玩的水舞足蹈的这个设施，那有很好玩的这个气垫设施，也可以让小朋友可以玩水。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有相关的邀请了我们周遭相关的博物馆一起来共襄盛举。那现在开幕还没满一年哈，已经达到68万人次的参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拿票的哈，所以说这个数字是可供稽核的。然后等到接下来到70万人次，台南市政府也会有这个奖励给这个有提供奖项给第七十万人。你为了迎接越来越多游客，博物馆也准备了水道的游园车，没有大小朋友来到水道博物馆，都有满满的基地。我们在庆祝这个一周年的时候，我们特别又找来了这个小火车，可以提供许多大朋友小朋友很多合家和光临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通工具。我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的提供，能够大家可以很喜欢更喜欢来山上水道博物馆。这么古锥的游园车，每条市长是特别来担任第一座的司机，载着现场的记者、民意代表做伙来前往今仔日记者会现场。大家刚刚开的感觉，感觉很兴奋刺激，但是好多条生命掌握在手上，觉得，我是有驾照的，好，而且坦白讲，这个是电动车，这是电动车，而不是燃汽油的，所以相对上蛮安全的。但是不论如何，我觉得其实还是这个地方是个卖点，保证大卖。我们很希望说大家一起来。需要在树林之中，黄一贴嘛含着大家同齐来启动水舞足蹈，用长长的枝来夹乒乓球，进一步来认识水道博物馆。水舞足蹈，请启动。好，我们已经正式打开我们的水阀了。我们特别设计了这个游戏，那这游戏呢，它就是从一开始的滤水池，那到过滤池，到净水池，然后到可以送下来这样子。那这里呢会有非常好玩的互动型的游戏，可以一次呢可以让10个小朋友一起来参与，然后大家可以夹乒乓球。那如果夹的成绩好呢，我们会有这个奖励。山上水道博物馆赞不赞？赞。来自哦，水上博物馆赞不赞？赞。